者林美雪台北报道。国立故宫博物院暨南部院区于2006年12月设置国内博物馆第一间穆斯林祈祷室后，被福院区穆斯林祈祷室已于今天宣布正式启用。故宫表示，伊斯兰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全球穆斯林人口约要6亿人，台湾穆斯林人口已超过20万人，随着在台信仰伊斯兰教人数日益增加，故宫是国内指标性的社教机构与文化观光景点，具备国际观光旅游磁吸能量，并肩负知识传播与教育使命，因此特日南北院区陆续设置穆斯林祈祷室，希望来自世界各国参观游客都能感受到故宫对于多元文化的尊重以及积极营造友善旅游环境的热忱。针对南北院区新设祈祷室，故宫特别向回教协会请益，祈祷室内储备有可兰经及礼拜毯外，另设置洗净室，一起如实符合穆斯林游客需求。故宫北部院区正馆祈祷室内部，故宫提供故宫北部院区正馆祈祷室内部，故宫提供